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4月18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一线，然后大安站，7:42出发，就是开往象山的 C。这日台列车往象山。跟他讲，我有教练。往象山。开往象山的高架上，刚刚我是这样。有 C38型529、528编组的高架型，刚刚好时间哈，在大安站停靠。啊，走，好累哦，真的好累。529530，讲话529530，还有象山，应该是这样，拜拜。